这是我的心肝仔，心肝仔，妈妈回来啊！你怎么来？你这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妈妈就想你。清楚，健身中心的位置，才来受气嘛，袂慢。本来，阮是无打算去受委屈的，啊，不过边仔有一个赌场，所以只好甲中心围起来。安尼，中心的人才袂受到引诱，走去跋筊。而且，真无拄啊好，健身中心的位置，就伫国道唯一的码头边啊。到时。若挡着你赌场的赌客出入，就真歹势。而且先甲你费事嘞。好啊，郭耀俊英，你竟然摕阮应承的钱去挡我应承的财路，你这摆是啥物意思啊？你那应承要趁钱，我是无法度做到。啊，不过你要去赌场，会害死偌济人，你知影？安尼，我敢会当予你达成目的？你俩阵安尼，就有法度阻挡，我都唔相信，我无法度找别条路。你讲到唯一当去码头的所在，就是这。其他的所在，唔是山坡啊，就是山壁。你要想要去机场，嘛是无可能，因为跑道无够长。你讲到唯一的通路，已经给我用墙围啊拢围起来。因赌场的赌客若想要出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外的正门入来，后门出去。当然，这嘛要经过我的同意。郭俊英啊，你是超工，要跟伊是做对象？刚刚你是到今仔日才知影，我爱跟应承做对象。我坦白跟你讲，你应承这摆是躲袂过破产的命运。郭俊英，你莫想过得意吼，就算讲我日光岛的计划真是去予你阻挡，结果遐土地阁未倒转去，总了也无偌济啦。也毋过等候我这项代志也是处理好，我才慢慢啊甲你算这条账。你想要甲所有土地阁卖转去，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好等下。你可能也不知道董敏敏在日光岛所收买的土地是用比市价低三倍价钱买回来，你想要再卖回去，这敢有可能性？你真是用三倍的价钱买的土地，你是在办什么代志？董事长，我若无用这款价钱，哪有可能在这短时间把土地拢买齐？你干什么？好当的，既然土地无在条，再卖回去。
我看你着点点啊接收落来。你即阵着做好破产的心理准备。破产？这要哪有可能啊？阮爸爸甲南北二路角头老大关系拢真好啦，伊一定哦会甲阮斗相共渡过这个难关啦。到时阵哦，全台湾的角头兄弟哦，就会替阮英雄哦，假使恁这个人哦，唔知死活卡笑啦。干嘛呢？算了，好大声拄则讲的话，唔知你听了后有啥物意见？孙大，你来了拄好，我有代志。林英雄目前的情况，我拢知影。我嘛已经甲南北二路所有角头老大讨论过，校长啊，即马所有角头老大一直认为，阮无这个必要去替林英雄承担这200多亿的债务，所以这件代志，歹势，阮无法度消停了。孙亮大，你哪会这么无讲义气啊？校长啊，你将遐所有角头老大调的资金，希望你会当量早想办法申请。假使你若无行，到时阵万一遐老大若袂爽，强起来做出无礼貌的代志，安尼就唔好啊、哦！了解，了解。毕竟人员爱生活嘛，好当你会当了解，安尼是上好啦。我来先走。孙亮，不准走！对，咱家己的代志，咱家己想办法。好当的，我有一个办法，你想要听看卖？林先生，你有甚物高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会当卖点要伫公道，甲出入口拆死。讲看卖咧。第一个条件，你踮喺伫公道所收买上的土地，规划一座国家公园。啥？国家公园？写当赚啥物钱啦？第二，你向警方来自首，承认你过去所犯的罪过，包括你杀死阮爸爸，害阮妈妈去坐20年，冤到这件代志。你讲的条件，我无可能答应。好当的。本身的罪孽是唔通阁积累不落落去，你接受法律的制裁，对你来讲已经是上解轻的处罚了。叫我去自首，过去你杀遐尔济人，叫你家己哪无去自首啊？你还阁敢讲？若不是你利用我，我训练这无情的杀手，我敢会闪手白费？我今仔日绝对要除掉你这个社会败类，好当的。你若是阁继续这么不安落去，你只有当破产。皇上，侯廷庚，恁英雄都要败啊！你毋是较早的侯大少爷？你若是敢咧卡袂得用拳头尾尾处理代志，林刚你安怎死的？你连你家己都毋知影。顶一回我互你拍甲重伤，互你赶出英雄，我今日袂掂掂徛遮，互你拍。讲肥半波，是因为顶届你去我挂出英雄，去我拍个做告白，你袂爽，你想要来报仇啥？好啦，这冤有头债有主啦，拍你的人是我啦，你若是想要报仇，你就找我，唔免找英雄麻烦啦。我来跟你讲过，我袂对你啥款。顶一回我有恁拍个变重伤，互恁挂出英雄，迄是我任务失败，我罪有应得，我绝对袂扣分的。好当的，若不是你三番两次来逼我，若不是你为着阮妈妈，还佮我迄个还袂出事囡仔的安全，我敢会佮过阵联手来打击恁英雄？所以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皇上，林哥，莫佮伊讲遐济。我佮你讲，这是阮英雄的代志，我家己会处理。呀，你讲遐条件？根本就是笑破人的嘴，这是我的厝，请你出去。既然安尼，恁就当来看英雄破产。
先把人押去关起。爸，但这项代志我调查清楚，再来处理。我是来跟你讲，这将军用到即摆也袂转来。我看，伊伫看咱饮食有困难，都落跑啦。伊这时阵，把春雨徛伫我身躯边。林哥，拄只你表现了袂歹，无红虾甲过阵因甲你看轻。咱即摆影城确实有影无去啦，也毋过你还阁有这份勇气，我相信咱影城集团还阁有东山再起的迄一天嘞。啊，你讲咱影城无救？我承受了想袂到，想袂到咱的财务状况会变到这么凄惨的地步，所有的投资拢了，而且搁负债200万呀！暗声甲郭俊英讲了无唔对，咱干那等你破产。一生煎熬乎你。甲郭俊英讲了无唔对，咱干那等你破产。爸，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啦？拢是我无路用啦！爸上失志的时阵，伊还阁徛伫我这边，还阁想要替我承担，加你这份心意甲勇气，就当证明你毋是一个无路用的人。这一切，拢是董敏敏这颗查某，董敏敏。我一定爱你付出所有的代价。想袂到即摆竟然冒出这么严重的代志，后院管这只老狐狸一定真怨恨我，即摆佫把我软禁伫客房，敢讲伊无要对我动手，无要对我不利。这是要安怎？董敏敏，敢讲你着真正安尼，啥物都袂当做，都爱只等死？想袂到今仔日地步，何永权竟然无愿意认输。这叫做死狗临头，还佫毋知悔改。讲到这个何永权哦，伊若真正遐尔好应，这乌白两道啊，就免爱无找第二啊啦。这个世间哦。实在有够无天理的啦！敢讲好人就爱较早死，啊，歹人就拢食袂死哦。
是要准责一下，伊不是我的兄弟。优秀啊，歹势呢，阿妈妈若想要讲啥讲啥，阿嫂无顾虑到你。妈，既然我跟爸爸已经脱离爸仔囝的关系啊，这就表示讲，我决定要家己的所作所为一刀两断。伊都爱为家己所做的代志、所造成的后果来负责任，我是袂怪你的。唉，我想无啦，侯永权这个大恶魔。各位先生啊，你这么捌代志、这么明理的查某囝，真正是歹得出好顺。你煞干阿讲话呢？好你家仔吼，红声啊，即摆又脱离乌社会，这也值得欢喜啦。是啊，这有影是文主公在咧保庇。对对对对。红声，明仔载恁爸爸做记，你较早倒转来这班哈。我知了，妈。家，哦，你那才拄啊好买两份啊！我早起打电话去领导阿姨讲，你无食早顿就赶来上班，所以我就加买一份啊。哦，多谢你。你昨暗起床的代志，我已经听讲啊。你莫安尼啦，虽然你无说服侯永权，伊也是伫要破产啊，要倒吼是早晚的代志啊。我敢有安怎？我牙齿你心情无好嘞。无啦，我咧想代志，想要失神去。永成即马长咧落街，我爱赶紧想办法，互伊一倒，都永远无机会翻身。你对永成的代志，已经拢遮重视咯？我会辞掉检察官的职务，我会成立这个正义基金会，有一半的原因。都是因为应承。为什么？因为，伊让我看到这个世间上歹的一面，伊让我知影，正义甲真理，有时是袂用正常的方式来得到伸张的。我无想要去做一个，甲来当地犯罪发生了后弥补的人，我用我的方式来维护正义，打击犯罪。我过予应承，永远无法度去去迫害别人。所以，让我来帮助你。我想要做正义基金会总干事，跟你斗阵维护正义。你这样热心，已经是正义基金会的开国元老。有你啊，基金会有真大的帮助。下一摆李干事开会的时阵，我会替你提报。阿玲姐，你吃早饭啊？多谢。有啥物清楚啦？先生，就昨暗哦，我甲伊讲话讲散了后，我就无看伊行出房间，我嘛无想要甲伊交流。那安尼，伊敢有讲要哪处理我的代志？爸，我想爸爸可能当地生气啦，所以哦，唔才甲伊规在遮啦。等伊若去若消，就无代志啦。家己讲到遐资料，自头到尾阁整理一摆。我想吼，郭俊英会甲更新中心起伫个码头，他伫赌场个出入口，一定是阿布拉伫背后唆使。哎，这阿布拉也是黑底，搁再讲郭俊英伊是有政府立案的，哪有可能甲伊合作嘞？你袂记咱刚去找阿布拉算迄种哪个？伊对二公岛个布局，就亲像伊弄球个风格共款，伊甲咱呛声甲弹球个中间。一球一球稳稳啊拍，把九粒球全部拢拍入球洞内底。你的意思是讲，这郭俊英就好参像内部的母球同款，
这阿不啦，利用郭俊英去弄其他的桥。这表面上看起来，这郭俊英敢那是伊阿的人，啊，不过实际上，伊阿救车阿不啦，才是最后伊阿的人。阿不啦，这招借刀杀人之计，确实是发挥到最高的境界。可恶，这个阿不啦，我绝对会放你走。那你打算要哪走？我听讲有一个抓伤刀的杀手，我要请伊把阿不啦解决掉掉，以无命来威胁爸爸。刚有把把伊创掉。沈大将明仔载我讲几，阿不啦身躯比两个猛神无着，若要杀伊是真简单。咱的红虾嘞，明仔载要等去制作，我想。阿不啦，我看你公道，就是你众心之地。喂，兄弟，是我啦。阿伯上，找我有啥物代志？好，我就听讲你今仔要拜恁爸爸，我有准备一寡物件要你带转去。阿恁明仔好意思啦？哈，那有啥物好意思？无意思啦。哦，对啦，我若有一寡代志要甲你参详，我等办公室等你，哪等进来你就过来，吼。好啦，阿伯连咪讲。大，我看是我送过个红绳就好啊，你唔免伫遐等啦。免啦。今仔是咱员工旅游，游览车伫外口伫咧等你吼，去，况且我当只等着伊尔。也毋过，唉，去轻松一下啦，袂有代志啦吼，紧去紧去吼。是。而且，是妈在催啊。毋是啦，是阿爸送卡的，伊讲有传一挂礼品要咱提着去拜阿爸。不行，我先过找伊。即刻了后，你提过妈妈呀？我知。好嘞。是要回去啦。对哦，我袂当我妈妈知我着什么代志。阿伯呢？你外头叫我。阿先，我要紧啦，阿伯仔。啊，阿
传好啊，来啦，用咧拜啊！是啊，明早安怎搁即马还袂倒转来咧？凡事哦，是啊，不然也啉伤代志去耽误着啦。可是你烦恼，敢会发生什么代志啊？阿姨，你莫烦恼伤多啦。妈，我即马打电话给伊啦。哎呦，阿姐，免客气。妈，歹势，我想我着。你想代志耽误着许啦？淡薄代志啦。哦，来。 好佳仔啊，你赶动来，啊，若无哦，恁爸爸这生理都还袂食饱，就要恁妈妈连嘛都连饱起来。<笑>好佳仔今仔自行做记，我袂讲歹听话。天要落红雨咧，爷娘啦！ 志祥，今仔是你做忌，煞是我头一遍惊乡，对着你的伤，甲你作伴。我这个做母囝，实在是足对不起你。五个囝失散二十年，我认真找百命找，只要把一个文娘在我身躯边，分明已经认祖归宗，搁把乡压断，怀念你。我对这个查某囝已经死心啊！ 伊的命运，我著交予天去安排。咱的细汉查某囝分的，即马伫咧美国接受治疗，伊今仔有敲电话倒转来，讲伊身体有较好啊。恁若有灵有声，就来保庇咱的细汉查某囝，身体赶紧健康起来，倒转来甲阮团圆。 爸，我是文雄。 阮兄弟姊妹，还佫有分产还袂找着，也毋过你放心，我甲妈妈也会拍拼出来，会紧甲分产找倒来。志祥，你一定要保庇咱后生媳妇，还佫有巴肚内迄个孙平平安安。因所受的苦已经有够多啊，为今仔开始，我予因过一寡好日子，你知影吗？志祥大个啊！ 啊，若是无意外吼，明年啊，你就嫁一个金孙啊啦，会吼，叫你一声阿公啊。是不是你无意外？我的金孙你就平平安安的啦。啊，对对对，你讲的拢对啦，千错万错拢是我错吼。我对你的讲话吼，实在有较失望的啦。无紧无紧，是怎样？不良啊，你是厝内面唯一查甫囡仔，因我你查。 阿姐，拄则你看不到三溪边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不是啦，我拄则伫咧楼骹，当着骨老的不良少年咧求一个噪音啊，我出手拍伊，结果伊硬在扑我。不良少年，这摆想要咱这里乱，阿都遐白表先落伫咧搞起，互人我咧硬在出路后面偷人。妈，你想要遐烦恼，我带阿先来看医生。啊，赶紧，赶紧，赶紧，头好坐火啊，阿是要怎？ 你毋是去予不良少年甲你拍着伤的对吧？我都知影，你是红声的。
那有可能清清菜菜都叫普龙少年家己抬着伤？还佫有，这领外套根本都唔是你的啊！你出门的时阵也无穿外套啊！你是真心要阮妈妈吗？你受伤的代志对吗？你啥物都袂讲话。你用个代志讲出来，我是要讲啥？我希望你会当对我讲老实话。我唔是妈妈，你免惊我烦恼啦。我只是想要替你分担心事啊。你去阿布拉桑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有人要抬阿布拉桑。是谁？敢有抓到？叫伊走去。哪有人想要抬阿布拉桑？红星，你想，敢有可能是隐形的人？就算讲不是英雄的人，也是英雄派的杀手。阿伯参加英雄的争夺在广岛，这种英雄失败啊，头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阿伯桑。那安尼，英雄跟新代将，唔就真有可能会吃饼？爸爸，爸爸敢没有代志？这两天啊，你实在无用啥啦，我哪拢无看你啦。我当然是派人去抬阿布拉，咱因是今日会变到安尼，拢是阿布拉在背后创空。那安尼，敢抬有成？这本来是会成功啦，结果叫红虾在重要时阵到来破坏。你袂骂我。阿伯啦，有死无死，也无法度改变啥物啊啦。可能上天即摆徛伫阿伯啦迄边，咱英雄今日才会沦落到即种的地步。哎，爸，定哥，我要叫你去办两项代志。爸，做你吩咐。看是要抬红虾，还是过做鹰？一生煎熬乎你，爱愈深，伤愈重，爱愈多，一个人一场梦。我要叫你去办两项代志。爸，做你吩咐。看是要抬红虾，还是过做鹰？我拄仔咪讲话。即嘛，搁杀人也无甚物意义啊啦！去甲敏敏放走，摕一寡钱给遐细汉的，叫伊去对别人。爸，这是为甚物呢？即嘛，甚物拢免搁讲啊啦！我知影你原来惊爸烦恼啦，也毋过咱都爱面对现实。咱英雄即嘛破产啊，银行也甲咱的资金拢抽掉啊。爸，咱阁有机会，你唔通放弃啦！当阿爸食到这个岁啊啦，人也要变歹，是一念之间啦。要若是要变好呢，就要一段时间啦。所以即摆想要东山再起，恐惊无遐尼简单啊。哇，阿爸人咧无爽快啦。啊，即卖还阁有一挂沓沓滴滴的工课啊，你替阿爸去办啦。这两天啊，可能银行会来查往咱的厝，甲重要物件看看嘞，明仔载咱好来走啊。爸，当然即卖是要搬去倒啦。
所有的不动产都剩海边一间小木屋，登记有秀的名啦。银行可能袂去查封啦，咱即马都剩迄个所在通好去。你去办你的代志，我那忝啊，想要休困啊。有啥物代志吼，你着直接去问红星就好啊。问总英要创啊？那问红星，伊敢有甲我讲实在话？吼，啊，你是该哦。哎，总英。美玲阿姨，老天姐，遐尔暗要不困啊？总英，啊，你会忝无？你若袂忝吼，我有代志要问你。啊，好啊。来来。去饼食啦。总英啊。我问你的话，你要老实甲我讲哦。美玲阿姨，有啥物代志，你只能讲，不要紧。你敢不知影，阮红星伫咧做啥物代志哈？红星，伊毋是拢甲布拉伫做啥物业务开发？讲是安尼讲无毋对啊，啊，迄啥物业务开发，啊，到底是咧做啥，伊也拢无甲我讲啊。我刚才捌听伊讲过，伊即摆负责迄个三 C 产品啊。上面还是三 C 哦，三 C 就是电脑、数位家电，也佮有通信产品啊。即摆市面上足热门个嘞。啊，这种物件是拢袂有上下。日本有啥物袂好比较？啊，红色袂迄个三 C。哇，歹势啊，美玲阿姨，我雄雄煞足忝个嘞。明仔载透早我过来开会，若无其他的，我先来去睏哦。洛天姐，你莫甲早睏哦。好好。尊娘，尊娘。洛天啊，你有感觉尊娘讲话讲个大字，伊咧甲我骗，当作我听无的。伊咧甲你骗？是哦。我哪无感觉？啊，你著顾食面有感觉啦，我是对你足失望的。莫紧啦，你拢莫甲我讲真心话哦，明仔载我家己来查。阿哥有鸡汤无？弄出来啦！我煞袂晓家己来偷看。阿美玲啊，阿美玲，今日点么头痛啊？为什么做啥？大先生，我来讲，红星的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代志？阿伯生。这批阿鲁米的卡，若是销去美国，这利润就真多。哦，阿对好无？那俊英阿公哦，现在做电脑产品，安尼你放心啊。阿叔，我等恁，恁当时来啦。阿奶徛咱们家啦，来来来，恁家来恁家，来请请请。爹。妈。啊，我著甲恁聊天者啊吼。阿来调查咧。要去菜市仔买菜啦，啊，顺便起来看你啦。哦，是安尼啊，啊，够有心来，啊，坐落泡一泡茶啊。啊，唔免啦，啊，恁伫咧办公室真无闲，啊，我卖甲恁叫了，阮来去菜市仔买菜。好，来来。啊，无明天我再甲恁拜哦，吼。好啦好啦。阿婶，啊，下暝去等我食饭哈。顺行顺行，好。好，顺行顺行。何家仔，何家仔，讲落来嘛，早就去发现着你妈妈嫁落天的，也无这代志，所以就别看啦。阿伯生，我实在无想要去骗我妈妈，无想要让我妈妈去烦恼。阿伯生，杨雄的代志若过一段落，我想要退出江湖，做成平凡的人。
警察先生，伊就是我讲迄个受轻伤的病人，伊即摆又搁昏迷不醒。照即摆情形，阮嘛无对伊做笔录，无等伊精神，马上甲阮通知。好，请。阿伯人好看，啊！即摆情形到底安怎？状况真歹啦。真歹。你的意思是讲，阿伯人抬袂死，即摆董事长要来抬我？你放心啦，爸昨下已经甲我交代，叫我帮伊走。真实的？当然是真实的。不过安怎？我真不甘你离开。我离开永盛，以后咱嘛是搁会当见面，也毋是永远拢分开啊。我知影永盛即摆状况，你心肝内一定真艰苦。啊，不过咱做人就是爱向前看，虽然跌倒，并无代表以后拢无法度搁爬起来啊。这我知影，啊，不过我看你爸爸安尼，我实在有够怨他。要对付阿伯啦，还是永盛要东山再起，需要我帮忙的所在，你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斗相共。还会记啊，咱是永远的朋友。上五亿，即摆又搁加上银行贷款一亿3000万，那呢，毋是啥物拢无，搁欠3000万，以后要安怎？李万静，这么简单的人事，事情一定有法度解决。桂珍，你真正厉害，你这招斩断日光岛交通中心，等于是挂断腕了哦。再挂后一手，我一定要报。是无恶意的，无恶意。那安尼，请问你今仔来是啥物代志？应承已经倒啊，先进电视台，嘛已经予银行查封，
刷落来，你拍算安怎？甲你无关系啊！无唔对，是甲我无关系。啊，不过我是为美玲阿姨来。安怎？是伊阁拜托你来带我回去迄个厝是无？唔是，是我家己的意思。永贤已经无啊，你为什么我爱回去跟你妈妈团圆？虽然伊无讲，啊，不过我知影，心肝内底嘛是真烦恼哩。这个董敏敏是美玲阿姨的查某囝，我是绝对无可能回去的。为什么？你搁敢讲？就是因为你，因为迄间厝内底有你甲红声，我为着是公道的计划，辛辛苦苦报这么久的警，竟然让恁两个破坏去，我哪有可能甲恁两个破坏我计划的人斗三回？若真是安尼，我搬出去。唔免啊！就算讲无你甲红声，我嘛无可能搬回去。因为迄间厝内底，敢若有一个逐天哭袂停的老查某，甲一个已经毋是青梅的青梅。逐天听伊在讲什么做人的道理，我烦得烦死啊！董敏敏，你哪会当安尼讲你的亲生妈妈？你若准讲你是谁，竟然敢假死我？像你这种不好路哦，什么人会敢假死啊？爱如真，伤如淡。